你们过去那边。比较习惯。哎，对。再说爱吃水。这个是枫叶子，所以它吸水力还是算蛮快的啊。对，水分稍微苦多一点。天空这里先来。那这个蓝色可以加这个，加点这种珍珠籽。这个不能太锐利啊！所以我们这个颜色涂完了，然后还要再加一点紫色的啊，因为这个上面有带这种珍珠紫的，所以它会偏一点紫啊。好，所以到这边的时候就要换颜色。把红色哈加进来，加一点点蓝色的。红紫，这种啊，它水分颜料少一点。